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个就系嗰个扳机向网扳机卷。琴日我哋嗰个视频咧就做咗一个芒果个千层蛋糕，咁咧而家咧我哋就用翻嗰个芒果同埋嗰个忌廉，嗰、那个忌廉咧就琴日嗰个打法咧。就可以演变好多样点心噶啦。咁而家我哋咧就系、用咗嗰个班戟皮，咁就加忌廉，再有芒果，咁就包成卷形，啊，咁就可以作为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这个班戟皮，我们对上一个视频做过了，就是包那个香芒的千层蛋糕 的皮一样的。那我们将它呢裁好之后呢，就将忌廉就打硬了它。而家我哋嗰個芒果班戟卷就經過咗大約30分鐘嘅放喺雪櫃，佢而家咧就已經係將嗰啲忌廉雪硬咗噶啦，已經。咁我哋加啲裝飾就可以完成咗呢個點心。我哋呢个芒果嘅班戟卷出嚟嘅效果就系咁样。如果大家有喜欢呢个视频嘅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打开小铃铛。下期节目再见啊！多谢大家。